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任务系列视频，我是主讲老师 Blue。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设计了自己的图片轮播器，并且学会了用两种方式让它无限循环轮播起来，大家还记得吧？我们本节课将会实现我们轮播器的最后一点知识点，也就是我们的自动轮播。来看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在设计自己的图片轮播器的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加载轮播图片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让它滑动轮播，并且用两种方式实现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轮播，这里都做好了。那么我们还剩下一个最后的一个小的任务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自动轮播图片这一块的话，大家用我们现成的 APP 就会发现，我们之前的应用啊，大家看一下。这里的话，我已经把代码回滚到就是我们的第一种方式，这里的项目工程用的是第一种欺骗适配器的方式来实现的图片轮播，大家可以看一下，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加载并且无限循环，也能够手把它跑起来了，但是跟我们现成市场上的 APP 的这一块功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的图片轮播器，别人的图片轮播器好像是可以自动轮播的，这一点大家要细心的观察一下。就是说我放在这里，我手是不去介入，我的手现在介入它肯定会轮播，但是我手不介入，每隔一定的时间，比如说是十秒，比如说是20秒，它会自动去切换一张，这也是现在的 APP 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工程好像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就是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自动轮播图片。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它本身想要自动轮播，而且是每隔一个固定时间。其实这样来一看，它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定时的周期性任务，对不对？我们来好好想，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定时的周期性任务？定时5秒钟以后，并且每隔5秒或者定时10秒钟以后，每隔10秒，咦，这一部分知识点怎么让我有一点似曾相识呢？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线程池之前的线程池的应用这一块，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 Java 的四种线程池，我们的缓存线程池，我们的固定长度线程池，我们的单一线程池，还有一个啥？我们的 schedule thread pool 这是一个什么支持定时定周期任务执行的一个线程池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结合这样的一个线程池来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定时周期性的轮播图片这样的一个功能。好的，那么这一块的话，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我们这里怎么来用它。这里的话，首先先来一个对象吧，它是一个什么呢？Schedule Executor Service 是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给它写上一个注释，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的自动轮播定时器。好的，有了它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最好再来记一个当前图片的索引号，因为我轮播的话，我肯定会从零一二一个一个往下加呀，对吧？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图片的索引号？来一个 private int 是什么呢？我们的 current 当前的一个index 吧，当前的索引，我们默认值是零。有了这两个东西，我才可以让它轮播起来啊。好的，我们这里要注意了。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轮播比较合适呢？我们的轮播肯定要建立在我们的图片器已经创建好的情况下，对吧？如果图片器都还没有创建好，你就去轮播，肯定是空指针呀，对象都没有。所以，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写法不是在 onCreate 的方法里面去写，我们在的是往后的一个生命周期，叫做 onStar。我们在 onStar 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方法里面，当界面已经显示在用户面前，就说其实它之前的创造已经完成了，界面已经呈现在用户面前的时候，我们再去写。然后我们怎么写呢？这里的话，直接是初始化。我们刚才的这个 schedule service，它就等于我们的 executors 点一个什么呢？new single thread pool executor 就是它。好了，有了它以后，这里就是什么呢？写上注释，
初始化自动轮播定时器，初始化好了以后，那么这里写上一个什么呢？我肯定要想办法去执行它呀。我们这里的执行，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这里的对象有一个叫做 schedule at fixed route 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一个方法接收了很多参数，它分别接收了什么参数呢？第一个参数其实是一个 runnable 对象，它是干什么呢？其实我们这里先传一个空啊，就这里就是说你的周期性的时候它到底是干什么？我们这里的话就还是不传空，我们这里就直接把它写上，它写一个叫做一个 new runnable 对象，其实就这样的东西，就说你周期性的你想要干什么？我们这里先不去写啊，先把这个对象创建好，这是第一个参数，就是说你周期性的任务你想要做什么，在这个 runnable 对象里面。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的 delay。你延迟多秒多少？我们这里写一个十秒吧。我延迟十秒，并且每隔10秒，所以第三个参数还是十。那么为了确定你用的是秒，是不是应该指定一下你的最后这样一个单位呢？指定它是秒，看见没有？这几个参数是怎么来的？分别是你周期性的想要做什么事，然后延迟了多少？就是我一开始延迟了十秒。完了以后，每隔十秒，这其实就是一个定时的，每隔十秒执行一个事儿。那么这里干什么呢？执行事儿我们先不去管它，这里先写上一个 to do，就是我要干什么，我先不去管它。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写上一个注释，就是当什么呢？当界面可见的时候，然后呢，每隔十秒切换一次图片。好，大家想一下。那我肯定有初始化的地方，应该有销毁的地方哦。大家学到现在应该要知道，你不是说你这里初始化的这个轮播器，然后不停的去执行它。如果你不去手动的去控制、管理、关闭它，它就会永远去执行哦，一直执行到它死都不会停下来哦。就大家注意这一点。那么我们对应的有开启的地方，就有关闭的地方，然后我们这里有对应的方法。你既然在生命周期 onstar 里面开启了它，那么我们在对应的生命周期有一个叫 onstop。你在 onstar 开启它，我在这里就是什么呢？当界面不可见的时候怎么办呢？停止切换，有开就一定要有关，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那么怎么来停止切换呢？非常简单，做一个判空。如果这样的一个对象，它不等于空，就直接是这样的一个对象点 cut down，有个 shut down，当它不为空，就直接把它 shut down，让它停掉。那么这里对应的任务啊，以及我们的时间，什么都不会去做了，什么都不会去做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启动它，什么时候停止它，一定是成对出现的。好的，那么现在核心代码在哪儿呢？在你这个轮播器定时的时候干什么事儿？我定时的时候想要怎么样呢？想要切换图片啊，这里就干了什么？切换图片。那么这里要想切换图片的话，切换图片，我们首先是不是我们刚才的 current index 应该加呀，对吧？切换图片，那么你这个索引肯定应该加。那么索引加以后，这里就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说控制我们的控件，就是换成刷新控件。那么这里的刷新控件，我直接在，大家要注意啊，这里的刷新控件，我直接在这里写一个 vp 点 set current item，这里的 current item 我写上一个这里的 current index，我这里写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吗？大家仔细思考一下，我直接在这里的刷新控件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这里是线程池哦，本质上它还是一个线程池。这里执行的 runnable 对象其实是在什么？在我们的支线程，这是我们的异步任务呀。你在支线程里面能够操作你的主线程 UI 吗？这是一个硕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里又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坑呐，大家一定不要掉进去了。所以这里的话又要切换到我们的主线程来刷新我们的控件。所以这里的话，我们的一个对象出现的叫什么呢？handler 点一个 handler 等于 new 上一个 handler。这个 handler 重写一个什么方法？重写我们的一个 hand message 方法。然后除了这里的话，我们的切换空间，我们的刷新空间，这里的话直接是 handler 点 send 的一个 empty message 传一吧，就随便传就行了。然后传了一以后啊，这里传了一以后，那么我们这里是不是应该得到一啊？
对，得到一就是我们的 switch message 点 what，然后有一个 case 等于一的时候，我做一个 break。好的，那么 case 等于一就把我们刚才代码复制过来呀。这里才是真正的刷新控件，选中对应的图片，看见没有，同学们？这里的坑一定不要掉进去啊！我们虽然说这一个对象很好用，但是它是一个异步任务啊！你在异步任务里面又去刷新你的控件是会报异常的，所以我们这里做了一个 handler 的消息推送的机制，把它发送过来，啊，在这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选中图片。好了，那么我们到这里也就完成了所有的代码了吗？当然不是，同学们注意，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坑，什么坑？大家想一下，我默认的图片索引号是从零开始，每执行一个周期性的10秒任务以后会加加，它本身是零一二三这样加着走。但是如果在它加的同时，我人为的手势去滚动了一下，人为的手势去滚动一下，大家想，我本来是一嘛，下一个是应该变成二，但是我人为的去滚动了一下。我滚动到了一个指定的位置，那么你下一个还能够是二吗？那么肯定不是啊，你下一个就应该是我滚动的位置的下一个。所以这里的话，里面还隐藏了一个，当人为手势介入以后，你的这个自动轮播还能够是否正常吗？所以这里的话，依然得写上一个我们的监听器，叫做我们的 view pager 嵌机。Listener，这里我们要写补上这样的一个监听器。这个监听器用于干什么呢？用于监听我们的人为手势介入以后如何来改变这样的一个下标。它实现的就是我们的 unchange listener，然后把对应的方法把它全部重写。也给大家说过，我们核心方法是谁呢？核心方法是我们这里 onpage selector。好的，当你的 onPage Selector 一旦选中以后，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position 赋给当前的 current index 啊？把这样的一个值赋给它，那么这样赋给它以后，那么它下一个加加，你本身比如说你现在滑动到了291，那么我把291赋给它，那么它下一更新一个多少呢？就是292，那么这样才能够保证你的自动滚动和人为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实现。同时，为了我们的保险，这里的初始化还能够为零吗？为什么不能为零？因为你初始化是多少？你初始化是当前的项目长度乘以1000。因为我们为了一开始能够往左边滚动，我们初始化不是选的零啊，初始化选的是一个较大的条目。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请注意啊，请注意。这里我们的 current index 也要等于我们的 images 点 imageArrays 点 length，然后新上一个1000，一开始值两者要相同，并且在这个地方啊，在我们之前的绑定适配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我们刚才的一个什么呢？把我们刚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adapter 把它加进去，在这个地方写上一个 vp 点 addOnPage 这样一个 adapter，那么这样。才是说把我们的所有坑都填平了呀！填上这样的一个适配器以后，当你的人为手势去切换它，你人去切换它，我对应的索引也会跟着变。那么我10秒钟以后，我对应的跟着加加也才会是正确的。好，那么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看一下能否实现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啊，同学们。虽然说只是一个简单的轮播，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坑呐，这些代码呀。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要初始化对应的选中项，把它赋成当前的 current index，这些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我们现在来了以后看一下它能不能先检查一下能否自动滚动啊？已经过了几秒钟了，过了几秒钟了，看一下我们的啊，已经自动滚动了，看见没有？我们再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的，已经过了10秒，看见没有？它又发生了一个滚动，这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自动轮播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正确的，对吧？它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过，我们另外一个坑就是当你的手势介入以后，当你的手势介入以后，它的一个顺序还是否是正常的呢？大家想一下，这里已经下一个图片是枫叶，我先滚动到这里，先滚动到这里，我们再等10秒钟，看它下一个会滚动到哪儿呢？如果是正确的，就不应该再滚动到当前页面，应该滚动到这里。看见没有？我们手势介入以后，它也是正确的哟。我们可以再来验证一下，等它滚动完啊。
滚动到这里以后，我们再等一下时间，好了，再滚一个，再滚一个，又滚到这里来，又滚到这里来，我又滚到这里，我滚动了这么多，我再来等一下一定的足够的时间，看一下它是否会滚动到它的下一页，看见没有？它的下一页就是这个相机，所以这里的话才算是把我们的所有的坑都填平了呀，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每一个代码的地方都不可小瞧，大家在以后写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好的，那么到现在为止，也就是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自动轮播图片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到本节课为止，我们设计的自己的图片轮播器也就全部都设计完了，包含了我们的加载图片、轮播图片以及自动轮播以及我们的无限循环。好的，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我们下节课再见。